一年容易又中秋，巴打台诚意推荐好滋味出品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马来西亚直送，纯手工竹料制作，一盒六个。佳节当前，现凡于8月31日前订购，每盒只需228元。快啲上嚟我哋巴打台购物网站，或者亲临青山道479号荔昌工厂大厦6楼601F 室选购啦。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其实真的我真的很明白夜琪为什么不喜欢跟我做节目，因为其实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一个都没讲过。为什么呢？刚才跟即食面讲过什么都有个方法的。好像我上次讲直播，即是我集做直播，今天收视麻麻地得2000 views，因为可能我们年纪层问题，因为真的整集节目就是讲直播讲抖音。但是真的有方法的，即是做什么有个数字有个方法。点解我咁讲呢？即係头先我哋讲大家想做网台杀出一条血路，人哋唔识你，点解入嚟睇你？就是、你个订阅数够唔够。咁如果订阅数储返嚟，咁你一定要有几折爆咗上去先，咁人哋嚟啦。咁点解会爆我都唔识你，好似我哋呢啲咁素人一个，咁点解成呢？係因为我做节目之前第一次做节目，我对大陆嘢熟啲，咁我就起咗个标题：东莞翻山不靠十八食。即系嗰阵时咧就打苏王啦。咁咧成个东莞死晒。咁咧我自己见到东莞咧就已经开始复苏，唔系黄色事业，系成个经济复苏咗。咁我个标题就好简单：东莞系嘛翻山。经济翻身，不靠十八式，即系唔靠东莞十八式，唔靠黄色事业啦。咁样喺所有嘅频道，包括有啲网友支持啦，当年啦，就自己咧就翻得咗我呢段片，又喺佢哋嗰度播。咁啊，嗰阵时迷米又播，星期二得到又播。咁加加埋埋咧，连越南同埋马来西亚同新加坡都有人将我呢段片喺佢哋自己嘅频道度播。咁呢到而家累积呢所有加埋应该有30-40万。东莞有一个 keyword。即係剛才我同阿即食面讲，就係 YouTube 或者 Google 都好啦，有啲常用字。最多人搜寻嘅常用字，譬如呢个月最多人搜寻嘅常用字，你就讲呢扎常用字嘅题目。点解要讲燃氣攻略？因为就最多人搵燃氣攻略，咁你唔讲，咁你边有 view 呢？即刻睇下而家咧第一位系啲咩先，系继续。系啊，即系你唔讲燃氣攻略就冇噶啦，因为而家就系燃氣攻略，下个月到如意啦，呢个必然嘅。上个月就系范冰冰。你只要你讲范冰冰，你都会有 view。做任何嘢 KOL 有，你唔讲范冰冰你系冇。好似近期咁闹阿刘明伟，个个都要闹，系得我赞佢嘅啫，系我赞佢嘅啫。阿刘莲同我大仔，你赞佢啲咩咧？如果一个人有几百亿身家，系咁咧，而家佢有阵时讲啲嘢，你话佢离地都好，哎呀，佢好离地啊，佢讲啲嘢唔啱听。佢根本上就唔系你哋啲人，系啊，而系佢想办法做你啲人，你咪应该赞佢咧。佢个脑里边好，即系其实好简单，出世佢就系刘銮雄、宝永琴两个咁叻嘅人嘅仔，压力大。第二佢十岁出世，即系到10岁生日，佢老豆送咗10万元，佢唔知10万元点使，佢唔使使钱嘅。袋钱都冇，你问下李嘉诚，可能佢人包都唔使带，除咗张身份证，有人帮佢俾噶嘛？你做乜嘢人照顾？佢俾10万元现金佢，佢数咗半年，卒之佢阿妈同佢讲，不如我哋存喺银行咁喎。佢冇谂过噶嘛？佢要钱做咩咧？好啦，
但是11岁那年他老豆帮蔡少芬做个生日会给了100万。那我就个标题呢就是名为心里苦你们不知道。即是跟着个老豆由关之琳由李嘉欣跟着又哪个跟着又金比又吕丽君。即是女人多到咁样全部名人要叻嘅有叻要红有红要成。咁仲要做对温。即是呢特登呢就标题就喺尖沙咀啊嗰等商业大学叫对温就俾李嘉欣亦都卖广告喺苹果卖全版广告恭祝李嘉欣生日。咁我问你啦你个仔你点个老母同阿个老豆嘈交跟住离咗婚跟住识咗洪朝峰跟住生癌死。咁佢读书佢又想力求咗个普通人结婚冇摆酒唔系乜嘢名媛咁就坐地铁啊坐飞机又唔好私人啦咁就坐经济客舱。咁其实佢好好喎。咁你俾人闹你咁离地扮嘢咋嘛。咁扮咩呢我做乜要扮俾你睇先得㗎。就係佢想做返一个咁嘅人。好啦刘连红生咗几个仔女同睇啲生嘅。送粒钻石几亿。搵佢搵个靓妹嘅出世做命名佢生日礼物。咁刘明伟有咩呢好啦个细佬亲细妹其实呢次我讲过一半㗎之前。再讲返就係、是。修华离开是非地去第二度读完书跟住做图书馆去咗外国嗰度跟住个老豆同佢联名有间公司市值80亿人一半另外俾咗10亿现金佢跟住香港有栋楼叫修华阁用佢名嚟提名咁你个仔係冇做到咁有钱过千亿身家刘连红到最后尾肾病分身家分比金比多过你。即使同前妻结咗婚生细路仔去公立医院生嘅个僆仔。咁佢今日佢冇喺财经版出现炒咩股啊大家点样做老千啊夹粉啊星星跌跌冇。又冇返大陆啊拆大陆老鞋拆到拧晒冇。是咪冇离咗婚之后冇同其他咩女明星啊好似啊即食面呢啲咁靓嘅靓女喺埋一齐又冇。佢只不过话佢做呢个青少年即係香港啊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咁你访问佢佢讲佢自己嘅嘢就话哎我老豆俾咗100万我呢数咗半年唔知做乜跟住我妈叫我入银行。跟住有啲人话佢咩呢啲人呢啲細路仔冇用。嗰、那个格局唔够大。細路仔应该啊如果你自己本身有表现嘅你乜乜乜乜有啲话你扮嘢啫啊你不知民间疾苦佢做乜要理解你民间疾苦呢我本身就係王子嚟㗎嘛。係啊。但係我而家想做黑盖咋嘛。係咪你点能够话佢唔了解你呢佢盡咗力㗎喇喎。係咪咁你话佢做公职人员俾人哋闹緊㗎啦即係有啲留言讲。当呢一次解释返佢冇博过你哋喎。你估佢唔知你闹佢咩日日都即係铺天盖地呢两个礼拜就係闹佢。人哋依然行出嚟接受访问几气定神闲淨係顶得住呢个压力㗎都唔係顶得住。好多人做网台都係闹多两闹跟住拍台喺个节目度直头。乜你都有啦是咪呀冇。佢又唔係打你工係咪先。咁又点呀而家分身家个后母即係金比啦成个华人之业佢啲姊妹入晒做啲要职嘅。咁佢又点呢喂我係刘连红个大仔即係潮州人长子嫡孙係咪应该係我嘅原来唔係。咁你话呢个人顶压力嘅哎佢冇用嘅冇用同佢个心点諗系两件事。你留意一下佢做啲嘢任何冇话做啲出格嘅位啊各样嘢。
个阿妈唔喺度啦，外婆都系佢照顾嘅，到今时今日都系佢照顾。咁我问你，你哋对人嘅标准系点样嘅咧？即系我讲翻我之前做一集节目，有六千零 view 啦，开始到而家做咗四日，都系讲呢件事。咁有啲人闹，咁我唔知道你哋闹乜嘢。诶、欸，佢我哋啊，老老实实，咁佢唔够老老实实咩？佢有冇喺股票市场炒高炒低？38岁冇。喂，揾老公呢啲就唔好嘅，因为女人咧就要啲即系识氹开心嘅，或者各样嘢。但系到最后尾，如果你真系年纪有岁数嘅，真系要揾呢啲做老公啦，有责任肯做，冇花 fit， 咁你生仔要生呢啲仔啦，系咪啊？我唔明啊！咁我赞佢，即系我话啦，成个香港包括报章网台系得我赞佢嘅。讲翻 KOL 啦，啲字好紧要，样系其次，好多 KOL 一岩一忽嘅，咁就系爆咗就爆咗，系咪啊？真嘅，你甚至庄端仪咁，我卖胸嘅，胸比佢强好多都有啦。是咪啊？但就是因为佢够辣，即系佢行出嚟咩都讲得，喺呢个位啊，做下巴位咩都讲得，咁咪多人睇咯。其实吴君如都系，你唔好讲明星都系啦，做下巴冇人肯做，即系冇人肯做丑角嘅，佢咪做丑角咯。其实调翻转，台湾有个好出名嘅叫女丑，台湾叫女丑，即系女人嘅丑角。嗯，起家嘅，咁而家当然唔系丑角啦。我觉得佢真系靓到不得了，身材又好，安心啊！你觉得佢靓到不得了，佢点可以做到丑角啊？你觉得佢靓到不得了，点样做到丑？咁有一个节目叫做《中天》嗰阵时出道嘅时候，叫《全民大闷窝》，做啲政治啊，或者做啲搞笑 show。咁咧，佢专做下巴嘅，专扮丑嘅，俾人打嘅，俾人闹嘅，俾人非礼。佢就做呢个角色嘅啫，咁但系冇人愿做，佢愿做，同埋佢样生得靓。你做啲唔应该靓女做嘅嘢，咁佢就红咗，红咗而家喺台湾拍电影、拍电视，即系收费都相当高啊。咁做任何嘢就系个定位咯，其实就系个即系等于个观点。我哋做网台都好。好似而家近期我三哥同我做啦，好多人赞佢，就系佢讲佢嘅观点啫嘛。有啲人闹冇所谓，佢讲个观点，观点你认为啱听咪听，唔啱听好过就话你讲一件事。即系点解你讲林明伟讲佢好，唔系特登讲佢好，而系我觉得佢真系好，我咪讲我头先讲嘅嘢咯，系咪？咁你啱唔啱听我唔知啊，但系就系你有佢嘅观点，好似头先我做节目，有两个有钱嘅女士，你见到啦。嗰两个女士呢就係俾人帮衬人哋买咗个港珠澳车牌60几万，跟住后面再俾咗10几万帮一间的士行，头尾洗咗80万都未搞掂。咁佢走嚟问我究竟係咩回事，佢同佢哋嘈交嘈到人哋电话都唔听佢。咁佢唔係帮衬我，我都唔係叫帮衬我。我解释呢件事咁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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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白冤枉钱，呢个人赚咗你几多钱几钱，个手续唔係咁样。咁上嚟啦，嗱你见到啦，佢又冇摆低封利是俾我，咁我就其实我未食饭嘅，3、4点。咁呢就招呼咗佢一个钟，咁但係都多谢佢嚟嘅，因为佢喺个节目度听你做节目，佢你有个观点俾咗佢，佢觉得你个人应该 OK 嘅，跟住佢上嚟问你。哦，特登上嚟请教你噶，日日都有噶。其实以前咧，我譬如我讲翻啲历史啦，我啱啱做网台头两个月，我基本上我早午晚三餐宵夜下午茶，我一下都有间铺头叫瑞士老板，我每一日都有。人嚟平均一日大概20-30人，咁有啲人我试过有一个两个礼拜喺对面新光酒楼，新光酒楼我或者好彩嗰阵时叫做唔知叫咩啦，每晚2至3人系啲网友走嚟问我一啲问题，佢哋问你啲咩噶？咩都有，最咩都有啊！
有冇得举个例子啊？你讲到咁多人每日问你二三十个问题、啊，唔系啊，要二三十个人嚟揾我问问题啊，即系对我好奇啲啦，因为我点解我话我做节目？佢问你啲嘢，定即系佢有啲嘢佢想问或者唔清楚，试过有啲地下钱庄俾人冻结咗七百几万喺大陆，佢走嚟揾我问我冇得搞，就咁查。有啲个老婆啊，超时一两分钟卖下自己广告咯。喺香港有老婆，喺大陆识个女仔，佢想同佢假结婚，佢话可唔可以注销到办到香港嘅假寡佬证，然后上高结多次婚。亦都有啲买架 van 仔，想做 van 仔 for van， 而买保险出咗事，点样点样，佢特登走嚟食饭问。是真的问的。咁亦都有啲係做上货嘅啊，带奶粉嘅，咁咪俾人充公咗批货，走嚟问有冇得搞。千奇百怪都有，有啲做传销嘅，日日走嚟，喂，你都有啲人听，不如我哋夹粉啦，啊，睇一啲嘢点样计数拆数，最多呢啲起码我见过有七八个，早上个礼拜六我都仲有两个过嚟。係啊。就是做节目啦。咁我成日俾人嘅，我就叫做大匪。咁佢哋食嘅习惯啲人唔鍾意我呢，就叫我做大匪，匪徒个匪。大匪老千。咁呢就日日闹我。做乜啲人要唔鍾意你呀？因为有啲人要搵食囉，借个台搵食囉，我打断咗佢哋囉。係咪呀？我哋下次再翻嚟讲 KOL， 讲多几个故仔你听。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隻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